骑哦，不然抽烟哦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就动了。长春明光啊，长春明光，就收。跟你讲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来公考？嗯、啊。对啊。啊，我的啊。我看一下。你怎么会有两张邮局卡？怎么两张邮局卡？你叫我。是我朋友的啊，是我朋友的啊。你朋友？对啦。谁？我朋友同事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叫什么名字？他刚进公司哎、欸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黄，他怎么忘记了？我是不记得啦，不用刁难我啦。你是领多少？啊？两万啊。红包。这是公司交给我的没？有那么多卡？公司给我的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。知道了，哎、欸，你帮我解开。我真的没骗你，你不要动，我真的没骗你。不要给我杀了，你上就违违背证据了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密码。啊？你强嘛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你都吃手没？我到底你不吃手？我不是。一点不是还在领？啊？你一点不是还有在领？没有啊。今天是哪位小姐啊？那你那个收据就十月二十四，零七可以啊。你领多少？幺幺到两次，三。这是你的对不对？对，很松啊。哪一张？白色的，等一下没了。都没了哈。对。好，那好，一个一个来。好。这四张。对。谁的？进来。赖。而我可以把赖的资料都传给你。我知道。那你先把它夹到这。口罩拿下。口罩。可以直接把它拉进去，没关系。它是要逮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身上有没有其他人的卡？啊、身上有没有其他人的卡？没有，我只能去左营哦。你要去？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。你要去高铁哪？你坐计程车来就对了。对，坐计程车。先回去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要动哦。我等我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有职权要这样做。他一旦他证照给我。接啊。啊？逛街而已啊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们没有。不要动。对，先不要手机，先手机先不要动啊。先不要用。对了。对啊。你来这边干嘛啦？老实讲，老实讲。逛街而已啊。跟你讲最后一次。老板叫我来的。叫你来干嘛？我们会找你，表示就是有问题，你赶快讲，快一点。你还剩最后的机会，快点。你的老板是不是？对。是不是这位？嗯。那你这个男的怎么认识的？同仁执行巡逻勤务，建议女子见警方前来有意闪避，遂进行盘查。那发现该名女子为提领车手，于身上起获大量赃款及提款卡。那并循线查获其他共犯，全案已请侦办。